句鼓励的话。各位大家好，在之前我们在做评审，参与在评审是一个很大的光荣，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，那一天对我来说也是生命被丰富的很喜悦的一天，因为每一位入围的姐妹都觉得她们的生命这样的激励，所以我真的是很感动，在当天很难取舍，对于能够选出三位实在是很不容易，我们也割舍了其他几位，不过我要说每一位都是很可贵的，都是真正的是充满了勇气的我们未来的台湾女人的希望，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丰富自己的生命，也可以丰富周围的生命，更也期待你们能够带给亚洲女孩更大的勇气跟冒险。谢谢，我们也请我们的独家于中为我们说一句鼓励他们的话。 I love being a girlIt's an honor to be a Formosa daughter, and it's especially more honor to stand here again to celebrate our daughter's courage and the bravery. 女孩们加油，我们为你感到荣幸。不管你们今天有没有得奖，都是最棒的。加油，终于是我们第三届 Formosa 的得主。哇，很紧张，对不对？哇，我们已经知道得奖的了。稍等一下，我们来请那个。勇气冒险奖入围的女孩们挥挥手，好，挥挥手。好，我们请我们的颁奖人宣布得奖的名单。好，勇气冒险奖得主，第一位是吴雨荣。第二位陈佩仪。第三位王丽萍。勇气的勇士雄勇的女人们，她们是今天的勇气冒险奖的得主。冒险的精神。好，颁奖人跟我们得奖的女儿们一起合影。我们恭喜所有得奖的女儿们。